啊，对对对，老。
出去了。死我会很烦人。然后那天刚好抖音刷到这个东西了，我觉得哎，对我挺有用的。然后我刚刚试了一下，它其实挺好用的，只是我不想把这个东西装的那么明显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想装到一个。一场戏的剧本，演员却没天分。想装到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地方。